妹妹，咱们来怀化吃鸭子了啊！你能想得到吗？在怀化这个市中心这里啊，我的好朋友傻大哥在这里开了一个农家小院啊。我们今天来这里搞个鸭子吃一下，好多朋友都来吃过了啊。村长还有这个丫头哥他们都吃过了，就是我们来过，今天赶紧来啊。挺有意思啊，没想到这个在市区里面啊。Hello， 小大哥。哎呀，来进来，还这么客气。这里也是家中的苹果，谢谢，快来尝一下。来，我还以为在那个好，这是农村人，没想到是在市区里面还有。市区这么个地方。啊，真是不错。先坐下。现在他9点多钟，他就老王就到了。你想一下，他肯定晚上都没睡觉就过来了。没有。我们到的可能是就是晚上到了，但是不是特别晚。然后的话就休息了一下，早上就过来。因为我以为到你这里可以好远的。先坐下，我阿姨带两个尝，等一下我们尝一下我们家的鸭子啊。好，那必须的，来了就是专门想吃你的鸭子的。可以。哎呀，亲自下厨啊！那你来了，我必须得亲自下厨。哎呀，这有点受宠若惊了。来，把我们家的招牌给你安排上。哎呀，酒鸡，这个是鸭子。哦，过来吃的就是招牌菜。那必须给你安排啊！哇，这闻着香味都好诱人呢。因为这个鸭子可能和你们湖北做的方式和方法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哎呀，这个是我们怀化这里的特色。哦，可以。你们那边鸭子也是这样爆炒炒着吃吗？我们一般都喜欢炖着吃，我们那边是放水有汤汁。对，那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这种类似和黄焖一样。哦，而且我看里面都有什么鸭，这个鸭杂都在里面是吧？我们这个鸭子也在里面，这个鸭肾，反正我们这个是完完整整的一整只鸭子。哦，全部都在里面。全部都在里面。酒鸡来了，来呀，好香，看到都很有食欲啊，好香的鸡，这是老陈亲自下厨做的，坐，来来，一起尝一下，快尝一下，来，我自己吃，来来来，来一个这个，演那你们都吃啊，好，我过来，来，真不错，不错啊，这很入味啊。嗯，非常入味啊！久闻傻大哥的手艺，今天终于吃到了。哈哈，是的，我来了好多次，还没用这个菜给我吃。今天是沾你的口福啊，真的是。没有，我也是之前听到我的朋友，他们说他这里做这个，但是我都以前没来过，今天第一次来。希望以后常来啊。嗯，必须的。特别香。它这个雪鸭是我们怀化这边的一个特色菜，但是它不怎么好看，吃起来糊糊的，但是你吃起来看起来糊糊的，好吃。吃起来，但是呢，它那个雪裹在那个鸭肉上面，它比较入味。很不错啊。它的外皮一般。就是带汤汁，刷鸭子这些一般都会，基本上都没人会，就是要水。像这种做法真是很独特。如果我们在怀化吃鸭子，你不放鸭血，它就没有灵魂。没有灵魂。正宗了是吧？对。来，感谢。那来，辛苦了，谢谢大爷。好，请饭。包子来了，来。这包子啊，尝尝啊，对不对？还没上市的，来，好，来吃包子，来，尝一个，来，这个鸭子哥都说了，这个包子他没吃过比你这个包子更好吃。那过奖了。是什么馅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有几种。哦，几种啊？非常不错啊。馅多，皮薄馅大。啊，对。还过得去。我忙。这个里面是猪肉大葱馅还是小葱？小葱。
了。